讲的，可是呢，能多少个人能够真正的做到知己知彼啊？所以呢，每次前面有没有告诉我，人化才能化啊啊，能够引进落空和基础，你要能够把人家引进落空，你才能够啊，你这连人家引进落空的功夫都没有，你怎么把人家发出去啊？是不是？啊，最后呢，时间关系啊，我只能以五个字跟大家共勉。这五个字是什么呢？勤学苦练，恒一个心字，一个那个就是恒心，要恒，不要今天练了，哇，一两个月难了，没有进展，没有进步，放松了啊，就恒就是长远的意思。积蓄的意思啊，就是勤学苦练恒五个字跟大家共勉，谢谢。Thank you, Master Ko。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两位同学啊，汉宇烈跟这个王宝平，谢谢他们。来掌声，谢谢，谢谢葛师傅。